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没想到有一天要来澄清辟谣，证明王一博的手是王一博的。没想到有一天要来澄清王一博的手是王一博的。破一个洗脑包，关于我的世界守则封面的手指。老猫肯定不需要破，只是摩托小区又要来新人了，总有人卡门口当保安，造谣手指是别人的来误导新猫猫，所以可以存一下，必要时候甩过去。王一博是指甲隔短，指节和指节之间除去褶皱的留白比较长。别人是指甲隔长，指节和指节之间除去褶皱的留白比较短。另外裤盖指甲盖下面比较饱满突出，别人比较平直。具体如图一所示，找了不同角度的。很明显，守则封面的手指就是王一博自己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